半年，那我送可以吗？啊，所以我透过这样的就是结交很多的好朋友了啊。那包括今天本来原来要跟各位讲的苏兆记老师，他是画家，他是铁路迷啊，所以我那时候旁边都有跟着一群哦铁路迷都喜欢找我，来找我的人都教我画铁画画的，好，所以今天各位也算很有福气的人。